五年一遇嘅风景。哇！呢条街牌应该好正。嗰个好清晰睇到嗰个海岸线。五年一遇嘅心情。我觉得嗰一下系个人系可以放到好多唔同嘅压力出嚟嘅。五年一遇嘅期间限定，难得人齐嘅12日旅程。大家一起吃下嘢啊，游山玩水啊，根本不是做乜嘢唔系重要，是大家一起就已经是最开心的嘢。好，早享后父皮酷卡呈现 Mirror Time， 今晚10点半 ，Feel TV。